人民公正党主席安华星期天时否认将在来届全国大选转攻安邦国会议席。他说，目前他还没有宣布要竞选哪个议席。安华目前是波德申国会议员，他星期天为公正党活动开幕后被记者询问是否会转战安邦国席。土著团结党巴朱巴峡国会议员兼下议院副议长穆哈默拉西星期六时提到，安华目前瞄准前公正党副主席祖莱达的安邦国席，这个选区是混合区，显示西蒙领袖没有信心得到乌裔选民的支持。